超级英雄总动员最后倒数，还缺哪些超级英雄？快来全联，让超级英雄完整集结。嗨，大家好，我是邱义强，全联先生。拉这个字啊？不是啊，我在扮演那个，看不出来吗？会这样做的，哎，那他胸前是不是应该有一块发光的东西？对，就那道光，就那道光。对对对对，钢铁轮。哎，没错，这个样子。那我跟你讲，我这个不容易。哦，你这一看我就知道了，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个孙悟空。猪猪狼啊！钢铁轮的那个钢铁轮的徒弟，那我就来做一个跟钢铁人有关系，红曲拌饭做番茄咖喱牛。我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茄子拌饭，佐时蔬香料心。那我们就要准备来做菜了，当然准备来做菜。好吧，记得我们就时下联系喽，拜拜，拜拜，做菜，红曲拌饭跟番茄咖喱牛。这边有那个番茄咖喱牛的食材，那牛小排已经稍微先切好了，红曲在这边，然后我已经先做好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红曲呢，就是在米糠上面的红曲菌的发酵物，它兼具了食用跟药用的双重功能，客家美食必备的调味料。那现在我要切一下这个马铃薯，马铃薯放好了之后呢，热一下，稍微的拌炒一下，番茄要下去了。加大概400ml的水，400ml。那这个时候呢，焖煮一下，我们来做拌饭。对，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想要做一样大。对，两边一样大。突然觉得我还是一样会大小颗啊。那好的，我在旁边当你的助手，我会帮你补充一下了。一个人这样子我难过呢。尽量想要让它一样大嘛。对啊。哎，你看一样大了。哎，一样大了，耶！那当然喽。对嘛？一样，在全年只要加价99元，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漫威的餐盒 lunch box。放进来，放进去。cheese 跟那个海苔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哦，哎呦，哎，我们这个应该差不多了。因为花椰菜很快就熟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咖喱块呢，我们放2块进去，稍微捏它一下。我觉得这个稠度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先关火了。好，然后再放上我们的水煮蛋，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今天这一道红曲拌饭番茄咖喱牛。哎，茄子拌饭这个时蔬香料鸡。今天我先介绍一个食材，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东西叫做山茶轮。我告诉你，这种琥珀色的金针菇，它可是菇界的明日之星，它叫菇星。山茶轮是在那种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才有可能发现。它里面有什么氨基酸，营养的养分是它的一般金针菇的3倍。牛跟鸡到底哪一个比较贵？牛吧，当然是鸡。九牛它才1毛，哎，外面写起来鸡8毛。跟我们摄影师已经快受不了了，不多给他2个，他不觉得开心？没有。那我先热一下油。喜欢喝酒的鬼叫什么鬼？酒鬼。哎呦，你知道哎。那掉在水里面的鬼叫什么鬼？水鬼。喜欢贪吃东西的鬼叫什么鬼？贪吃鬼。啊。那会挡路的鬼呢？挡路啊，挡路鬼啊。救鬼。就归起来哈，好东西要下锅了哈。鸡肉放下去的同时呢，我们的酱油也要准备好了。我们要加300ml的水，麻烦你帮我加一下。茄瓜还有这些青椒、红椒，这个时候同时都给它放下去。哎，我们小火慢煮，好玩的来了。搅蛋也会生大鸡，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们剥成一把一把、两把两把这样，有没有？山茶蓉对不对？你看这样包一下。哎呀，你看看，这个时候再下去，再下去，看到没有？真是漂亮，已经差不多了。哎，那我们现在要弄，好的，是不是？我就直接这样子嘛。你们一定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米饭加我们的番茄酱。哦，这个时候一拌下来，对不对？你看看，就是要这么开心，又圆又漂亮，对不对？哦，哎，奇怪，为什么你弄起来那个就一定会比较大？大小喝是这是对，这是正常的，好不好？这个我们是改变不了的。完美的餐盒时间，这个叫什么呢？起，这个叫什么呢？海苔，它一定会有不同样的变化，切一小部分就可以了。鬼，你看我们这样切，哎呦，有没有？当你把这些都切完了之后呢，撒蜜薯一下，是不是？你看看，那这一颗我可以来拍，这个就漂亮，拿一个瓢子啊，看到没有？是不是？遍地开花，圆满了，好吧？那我们准备试吃喽，磕饭了，磕了。
我们可以吃饭了嘛？先看看是吃你的牛还是我的鸡？吃牛的牛比较久牛，哎，哎呦，好吃啊！你这牛弄的真的是刚刚好，可以哦，还不老哦。那我来吃一下这个红曲，我来一半，不要客气啊。哇，好凉啊，你好特别啊！重点来了，你应该先尝尝那个鸡吧。好，我就觉得它一定好吃，很刚好哎，土肉就分离了。来来，你弄一半，嚯，拿来裹那个粉，再加那个鸡蛋。我们就吃你揉的那一块，所以我敢说小朋友一定是马上把它吃光光。我忍不住再多吃一口。非常谢谢潘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爸爸回家做晚饭，很开心跟我们全联先生能够这么愉快的在这三个礼拜弄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下回见，好不好？好，真的哦 ，You promise me。OK OK， 好，大家 ，Everybody goodbye。Goodbye。Yeah， I love you。想看全联更多的影片，欢迎订阅全联 YouTube 频道 Pizza China。并且开启小铃铛，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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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全年的消息哦。